了，我赶快来跟你看一下这一次的新品。这个裙子，我先介绍裙子好了，因为裙子好好看哦。特别它是这一个的刷色，其实我们之前的裙子大部分都是牛仔色系的那种刷，这个呢是做黑色的，黑色的这种刷色，我觉得它很好看。再来，它是整件都是有弹性的，你看它是高腰，所以你如果是要搭那种整个这样扎进去的感觉也是可以，或者是像一点小有些衣服出来盖住，你看它整个都是有弹性，非常的好穿，质量非常的舒服。那这个是有分尺寸的，那尺寸小帮手这边再帮我注记一下，它真的很好穿。像其实很多裙子，我高腰的部分我都很怕它会很勒，因为很勒的时候，其实有喜欢穿这种裙子应该都很清楚，就 Z 了一哦，紧张扣，就是你会很怕它不好扣，就是弹到对方对面那个客人，就是很怕有这种概念。好，它不会，因为它腰口地方这边都还是有松紧，非常的修饰，非常的好穿，颜色是我很喜欢的颜色。那像前面的部分做到开叉，所以像这样子的话，可以在最小的也都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你看是要扎短板扎进去呢，或者是像 Kiki 这一次这样子，你看扎这样子，把肚子的地方全部都盖住，这样子穿起来真的也很好看，这样子那也好看。那这件上衣呢，我想要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它是袖的，垫袖在这里，好，它是垫袖，这边都是做垫袖，领口呢、袖口呢都有做到螺纹，跟下摆都是做到螺纹。那这个螺纹的部分你都不用担心，尺寸到二也都可以穿。你看它的袖口跟下摆弹性超好，然后棉花糖女孩胸部的话也都不用担心。好，这个颜色加上我这个的颜色，这个裙子真的这样穿它就好看了，好不好？那 Kiki 就等身推荐给大家哦，裙子要买，上衣非常舒适，好看也很好搭。那 Kiki 推荐给大家喽，拜拜。